然而，在导师终极对决中，康树龙、Tiger 弹球圈接连失利，在李健战队有可能面临无人晋级七强的重大压力下，但曾尼玛肩负李健战队唯一的希望登场。李健老师，您目前为止是唯一一个七强学员都没有的战队，也就是说，只有最后一个希望，否则整个战队会在这一轮面临全军覆没。最终，但曾尼玛对战周杰伦战队张神二，面对压力，但曾尼玛毫无疑问将其化为了动力。一首《莫尼山》征服了导师，也征服了在场的专业评审们。莫尼山啊！